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622页，622页，最后一行，最后一行，祝福圣礼，祝福世界，已不可思议。言祝福者，通指十方如来圣礼，利就是利用，又具梵语名义大吉，即宗经录48，有五种力。第一个是定力，二通力，三戒识力，四大愿力，五佛法之威德力。此五种力不可思议，故云圣力不可思议。这个五种力，佛学大字典呢有解释，第一个定力，这是说十方一切诸佛如来，他有这些能力。第一个是定力，一切禅定之力。禅定的不可思议。我们知道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宇宙的奥秘，神秘的现象，都是佛从定中见到的，是定中的所见到的限量境界，不是预言。世界上许许多多的预言，可不可以相信？这个问题应该在40年前，我曾经请教过李老师，他老人家对这个预言的看法，他告诉我，预言的准确性呢，不确定。为什么呢？一般的预言呢，都离不开数学。由数学里的推算出来的。中国的易经就是一个标准的例子。推算呢，要非常精确，不能有一点点差误，一点点差误啊，这个变化就很大了，所谓是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这是说世界上一般的预言。他说佛门里面，像黄檗禅师，他好像有预言师，
这个就很准确。为什么？他在定中见到的啊，亲见的境界，那不会差错。如来有很深的禅定啊，深到什么程度？佛经上常常看到一句话：“彻发底蕴。”啊，好像我们看海，到真正到海的底下了，到底了，啊，到头了。这个底蕴呢，是自性本定，就是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所说的：“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。”这个本无动摇，就是自性本定，啊，也就说明自性是定的，不是动的。那么宇宙之间所有现象全是动的，没有静。啊，佛门里面讲，整个这个物质的世界都是四大造的，离不开五蕴。五蕴头一个就是色，色就是四大。啊，四大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啊，地大，物质现象，我们看到。我们能接触到的物质现象，前五根呢能缘得到啊，你也能看见，耳能听到，鼻可以嗅到，舌可以尝到，手可以摸到，叫物质现象啊，这叫色法。色法它的性质，讲最小的色法，色法是《金刚经》讲一合相，就是这一种物质聚集在一起成的现象。啊，所以物质到最初的基本的物质是完全相同的。啊，就是五蕴。五蕴的意思告诉我们。色跟心是一不是二，不能分开的啊。色是物质，后面有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心理现象啊。你看看佛在3000年前告诉我们，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是一体，不能分的啊。物质呢，物质有四种现象。第一个就是你能看到它是个东西，第二个呢，它有湿度，地水火风，啊，水代表湿度，火代表温度，啊，现在科学里面讲呢，哎，这物质现象啊，它有带电，湿度啊是阴电。温度是阳电啊，所以带电体。最后一个现象呢，风大，风大，风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啊，它是动的啊，这个就是物质现象。那凡是动的都不是真的啊，真的东西是不动的啊。那么这个物质现象的基础，我们在《金刚经》上看到一合相，那个一到底是什么？佛经上说，即为之为，啊，就是把物质分到最后，分到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啊，这个一个小物质就叫做即为之为。那么这一桩事情被现代的科学家，他就是用这个方法不断分析，
啊，分析到最后找到一个小东西，微中子。微中子多大呢？100亿个微中子，100亿个聚集在一起，就是一个电子。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的，原子当中是原子核，外面是电子围绕着它转。啊，那还有中子，那一个电子是100亿个微中子聚集成的。那微中子应该就是佛所说的极微之微了，不能再小了。啊，再分就没有了，科学家他就再分真的没有了。啊，没有了是什么东西出现呢？念头的波动现象，就是受想行识波动的现象。这一个发现，科学家在真中声明，世界上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物质是什么？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，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，念头是物质的基础。啊，我看的这个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，普朗克博士是爱因斯坦的老师，这师徒两个人在世界上都非常出名。他说了一句话了，这是他的结论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的基础是念意念。所以这个二分法就错误了，引导我们这个世界大概有400年了，这个错误的引导。二分法就是心理跟物理分开，心理是心理，物理是物理，以为他们没有关系，现在才晓得心理跟物理是密切的关系，根本不能分开。你说唯物错误了，唯心也错误了，物跟心是一不是二，根本不能够分。发现物质的基础是意念的现象，波动现象。于是乎，科学家就立刻就体会到了，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的，所以物质可以控制，这个念头可以控制物质。他们就找证据，这30年来找了很多很多证据。他这个证据找什么呢？找病患。重病的人，医生宣布不能治了，等于是宣布死亡。你的存活期间大概1-2个月。可是真有这些人呢，1-2个月之后他自己好了。再去检查呢，并没有了。特别像癌症这些的，没有了。这个医生感觉到是奇迹，其实不是的，念头。这些人的时候，用意念呢，把他的病治好了。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因为医生宣布他寿命只有1-2个月了。这些人多半是宗教信徒，他对于身体不想了，病也不想了，什么好不好都不想了，反正命快没有了，一天到晚就做祈祷，就想上帝，想天堂，求上帝带他到天堂，就这么一个念头，其他念头没有了，所以他不想身体，不想病。2-3个月之后他病没有了。再去检查，完全没有了，念头改变了。
所以物质环境也改变了，原来带着病毒的细胞统统恢复正常，这么回事情啊！现在收集这个例子已经很多很多，这个公案啊，我们佛门里都有啊。前几年山西小院40多个得癌症啊，3个月之后就检查全没有了，他们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。我们同修当中有一个最好的例子，刘素云居士啊，10年前得的是红斑狼疮，医生告诉他不是活1-2个月，医生告诉他你心里要有准备，你随时可以死亡，比癌症重啊，随时可以死亡啊！啊，他听到这个话，所以好在他很镇定，他又不怕死。啊，那个时候，他得到了一个无量寿经的光碟一套，他就听这个经，一天听10个小时，其他的时间就念阿弥陀佛。求生净土也是把身体忘掉了，把什么病忘掉了啊，没有想到身体，也没有想到病，天天只是听经念佛啊。2-3个月之后啊，没事啊，再去检查病好了，不但红斑狼疮好了，连疤都没有了，所以医院感到奇迹啊，而且告诉他你有吃什么东西，用什么药。红斑狼疮是有好的，但是疤不可能不在，你怎么连疤都没有了啊？你查的是什么，查药水查什么东西？他说我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我每天就是10个小时听经，听其余时间念阿弥陀佛啊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这医院医生听他的话，因为他一生没打过妄语啊，给人说话都实话实说，所以医生相信他的，这是最标准的一个例子。所以有重病不要去想病，你想病好想病不好都没用处，那个病的病毒啊去不掉，你只有不想它就没事了啊。我还听人说的，什么人给我讲的我都忘掉了啊。他这个医生告诉这个癌症的病患，告诉他你要想好你没办法治了，你要想好的时候你最好这么能不能发心一个星期不吃东西，什么都不要吃，就喝一点点水啊。他说人过不死的，一个星期过不死的，会把什么东西饿死了，把癌症饿死了。但是癌细胞啊，你吃的东西全都被它吸收了，变成是不是补你的身体，你是在养癌细胞，那越养越严重啊！你饿上7天，癌细胞得不到营养补充啊，它就死了啊。有人做这个实验，真实验成功，这个办法是把癌细胞饿死啊，晓得病人的时候所有一切营养都是营养它了，都是被它吸收去了啊，让它在那里面繁殖啊。这个例子大概还不多啊，如果普遍试验的话，试验成功了，这也是一种方法啊，可是意念好的人决定正确，这个是有佛法有科学做根据啊，就是你决定不能害怕，你越害怕的时候，那不是癌细胞把你害死的，是你吓死的，你被他吓死的，那很冤枉
啊，还没有人要你的命啊，你被他吓死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要自己负责任。啊，可见的这个念力啊，不可思议。啊，科学家给我们说，意念如果集中，它的能量不可思议，甚至可以改变星球在太空运行的轨道，这么大的力量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地球上这些灾难呢，算不了什么。所以美国的科学家也是量子力学家，研究念力的。啊，他前年在澳洲开会的时候说过一句话。啊，澳洲开会是科学家的会议，他们是就是讨论2012今年玛雅预言这个灾难问题。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如果地球上的居民真正能够觉悟，能回头，啊，都能够做到弃恶扬善，把所有不善的念头、不善的行为抛弃掉，啊，把善发扬光大。这第一个，第二个改邪归正，第三个端正心念，他只讲三句12个字，地球上灾难就化解了。这是根据量子力学得到的念力能量，不可思议。但是有没有人相信呢？有没有人真正回头呢？他的弃恶扬善就是佛家讲的断恶修善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断恶修善比他讲的还干净，还肯定。啊，你看，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这三句正是《无量寿经》第32品到37品所说的。啊，这一大段经文是讲无戒是善呐、啊，佛劝导我们呢、啊，要断恶修善，要改邪归正，要端正心念，佛通通讲到了。啊，大小乘经典里面佛常说，至心一处，无死不完。我们把念头皈依，那个力能量就大了。啊，他讲这些，我们净宗只讲一句话，把他那个全包了。一向专念，阿弥陀佛。你看一向专念，把念头集中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念头，念阿弥陀佛。啊，能量的殊胜超过科学家所说的，这一念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可以在极乐世界上成佛啊！这一念呢、啊？地球上这个小小灾难，哪有不能解决的道理？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建立坚定的信心。啊，我们怀疑错了。啊，这一怀疑就把这个能量全部破坏掉了。就贪嗔痴慢疑，佛教它叫五毒啊，这是五种极端负面的思想，最坏的思想，把所有一切善的统统破坏掉了。
啊，头一个是贪，这是什么？人最容易犯的。哪个人不贪呢？贪财、贪色、贪名、贪利。啊，贪是毒啊！啊，贪毒带给我们五脏六腑的生病。五脏六腑为什么会生病？就因为贪心来的。啊，贪心把我们的好的细胞变成了带病毒的细胞，这个病毒就是贪嗔痴慢疑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贪心感应外面是水灾，啊，海水上升，啊，江河泛滥，贪婪是因呐，啊，嗔恚带给我们的是火灾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。啊，感应是天火，啊，山火，烧山，啊，愚痴带来是风灾，啊，是上个月吧，我们看到美国，一天当中有200多个龙卷风，从来没有过的。啊，十几个州发生200多个龙卷风。啊，佛说这个原因是愚痴，傲慢带来的是地震。啊，怀疑带来的是，在人过人身上来说，免疫能力崩溃了，就你很容易感疾病。免疫能力没有破坏了，那对外面的世界呢？山会倒下来，叫山崩地陷，地会沉下去。怀疑，不是你不相信啊？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！所以怀疑的那个灾难比什么都严重啊！啊，地沉下去了，啊，山崩了，倒下来。这是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的意念影响外面山河大地，就影响地球。今天为什么灾难这么多？贪嗔痴慢疑全了，每个人都犯了。啊，这地球上居民哪一个没有贪嗔痴慢疑？不能说100%吧，大概95%是靠得住的吧。那还能没有灾难吗？那不可能没有灾难的。今天应对的方法，咱们个人，我一个人转，我能保住自己，我能保住一家。我这居住这个地区，这个人来通通都转过来了，不但能保持这个地区，可能保持这个城市。啊，科学家给我们一个数据，有100个人转过来了，可以保持多大的都市呢？100万人的都市。啊，100万人的都市啊，只要有100个人转过来，他就有这么大的能量。我们先怀疑，100万人造业，100个人能救他？
到后来终于我们想出，古人有一句话说，邪不胜正，这个应该有道理啊。一百万人邪知邪见的，这一百个人正知正见，邪不胜正啊，就有这么大的能量啊。所以念佛同学要发心啊，他们不改我们改啊。啊，我们这个小小念佛堂，如果有一百个人改，两百个人改过来，啊，这个一百万居民的都市，应该就是灾难纵然转不过来，要大幅度的减轻了，不至于很严重了，这个可以做得到啊！啊，一定要从本身干起。这个都是属于是定力啊，定就是集中不散乱，我们的念头要集中啊。这个经中无量寿经教给我们的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善心啊，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啊。对治贪嗔痴慢疑啊，在一个方向啊，一心求生净土，一心想见阿弥陀佛啊，专念阿弥陀佛，其他的念头统统放下啊，要把我们心里清理得干干净净啊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所有念头都清除出去，都把它打扫干净，这就起大作用了啊。灾难这么多，信息这么多，都可以不要去理会它。那为什么这些灾难的信息也把它清除掉，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不是好东西，那就是灾难，何必把它放在心上啊？放在心上的就是阿弥陀佛，越专力量越大啊，伦理道德方面好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不纯了，功夫里都有掺杂着，不纯。我们要真，要纯。那一句阿弥陀佛里面已经有伦理道德在里头。啊，所有一切事出世间善法都在阿弥陀佛里头。阿弥陀佛大圆满，阿弥陀佛是真究竟。啊，不要再掺杂别的东西进去了。啊，事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在这一个名号里头。我们要有这个信心。啊，什么灾难信息传来的时候，看可以看看，不看更好。为什么呢？看了怕你收到心里面去了，又放在心上了，反而不好。啊，不如不看，不如不听。这个方法好啊。所有一切负面的全部听。啊，正面的可以听，也可以不听。啊，不听纯吗？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讲到啊，念佛功夫一流的，上上根人呢，没见过，也没听说过，但是下下根人呢，我们见过。下下根人跟上上根人是平等的，
为什么？他心里没杂乱了，啊，下下跟着像乡下的阿公阿婆，啊，前天实际禅师有几位法师告诉我，他们庙里有好几个，不是一个，好几个。啊，这些念佛人一天到晚就是一串念珠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他好像痴痴呆呆的，问他什么，他都是阿弥陀佛，对你笑笑，满面笑容，阿弥陀佛，没有第二句话，跟他讲多少话，也不知道听到没有听到，他全部回你的，全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都不会讲了，他就会讲这一句话，了不起啊。这种人如果有一百个，这个地区有一百个，这个地区不会遭灾难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真正做到了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他心里头没有第二个念头啊。你跟他讲什么，他进不去啊。他心里头干干净净，就是一尊阿弥陀佛。啊，好的坏的都进不去。啊，你赞叹他阿弥陀佛，你骂他，他还是给你阿弥陀佛，他通通都没进去。啊，全是阿弥陀佛。这是真念佛人。啊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你就有杂念，有妄想，那不是真念呐。你怎么能跟他比啊？那个功夫还了得吗？啊，你试试看，跟他学学看，能不能学得像？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，李老师常常给我讲，他常常想学，这些阿公阿婆学不到啊，真厉害他们呐。啊，那些人往生，他不是生凡圣同居土，也不是方便土，他是十报庄严土，上辈往生，肯定的，我们有理由相信呐。啊，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，我们为什么不争取？啊，将来纵然往生极乐世界，落在他们之后啊！哎呀，这些老阿公、老阿婆们，他都在我们是高高在上啊，我们在他下面呢。啊，极乐世界见面，他还是对我们笑一笑，阿弥陀佛，还是讲这句话，不得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这就属于禅定之理。他的念佛已经进入禅定了，就念佛三昧也。啊，第二种力量呢，通力，通是神通，一切神通之力是定力之结果，定力一定发神通。啊，小定小神通，大定大神通，啊，一切诸佛如来，这果地上的那神通广大了，啊，他有天眼天耳，有他心虚命，有神足有漏尽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啊，他所知道是正确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第三种呢，是戒舍力。啊，这里有注解，比较不好懂。色界二禅以上，
二禅以上，三禅四禅。啊，四禅天，除了初禅天之外，上面三层，总无言等五识。这上面三层，眼耳鼻舌身，这五种识没有了，没有这五种识。那他要看怎么办呢？他要听怎么办呢？戒，戒识，戒谁的呢？戒粗禅的。啊，你看，若有必用，有必要用它的时候，用眼看，用耳听。则得以通力，自由其初禅天之五识。初禅天有五识，二三四没有，但是二三四禅要看要听，他戒初禅的，是不是戒别人的？不是，自己的。自己从这上面生来的了，等于说是吧，退到初禅啊，他可以自由提升，自由退转啊，退到初禅，他这个前五识啊就起作用了，这叫做戒识力啊。这个卦符里这个戒识，二禅以上无有寻思语言啊，就是前面讲的前五识啊不起作用，它只有第六识起作用啊，第六第七起作用啊。若于说法应用，再加粗禅之识而为即用也，这叫解释啊。那么这是讲四禅天。第四种呢，大愿力，佛菩萨誓愿力，像我们无量寿经上所说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这就是愿力，愿力不可思议 啊极乐世界的成就是愿力成就啊，这真是应了现在科学家所说的啊，念力能量不可思议，法藏比丘的念力就是四十八愿，这个念力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念力成就的啊，自然变现出来的，你想想久了，它就变现出来啊。那么发藏比丘用的是真心，不是妄心啊。真心变得出来是，那就是发心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往生到的求人是发心神，居住的世界是法性土，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啊！我们这是阿赖耶的相分，阿赖耶的相分是动的，是生灭的啊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啊，一秒钟它振动的频率1600兆次，它的振动的频率，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的。但是发性身、发性土啊，它不动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的人，极乐世界的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永远没有改变。
啊，人寿命很长，不衰老。啊，没有老，没有病。啊，花草树木，年年常青。啊，它不会枯，啊，它不会落叶。就是说，它没有春夏秋冬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是植物春生夏长，秋天就落叶，冬天就枯了。极乐世界没有，永远是春天。啊，没有变化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树木花草都很好啊。啊，秋天比较麻烦了，啊，落叶很多，天天去扫啊。极乐世界不需要啊，不落啊。极乐世界没有春夏秋冬。啊，那温度非常之好，啊，也不太冷，也不太热。啊，身心健康，永远不会生病。啊，寿命无量寿啊！刚刚生到极乐世界，那个寿命是有量的无量。啊，同居土、方便土是有量的无量，到十报土呢，就变成无量的无量。真的无量了啊！最后回到常寂光啊，回到常寂光就证到妙觉的果位了。所以愿力成就的啊，我们的愿力不能不大，我们要发大愿。什么大愿呢？我决定要升到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是48愿，我只有一愿，这一愿呢就把48愿全包括了，到极乐世界48愿就圆满了，这个好处太多了。啊，决定要见阿弥陀佛，这是我们的愿力。啊，这个愿力你决定生西方。啊，欧益大师给我们做证明。他老人家在要解里头说得好。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完全凭信愿之有，有信有愿决定得生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。那是念佛功夫的深浅。好，这一句话我们要常常想到阿公阿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们那个功力不可思议。你看，真的是祖师所说的，念到什么呢？风吹不进去，雨打不进去。啊，风吹不进去，跟你说话。你没放在心上，你心上就阿弥陀佛，他说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是功夫的前身呢。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作用，不是不起作用啊。哎，阿赖耶就不落印象，阿赖耶落印象就是你收进去了。不收进去啊，不落印象啊，落印象只有落一个阿弥陀佛的印象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印象都不落。真纯到基础啊，这叫功夫深啊。啊，功夫深，生十宝图，十宝图里的51个阶级，
啊，功夫最深的上辈往生，上辈上品啊，那到极乐世界差不多就是等觉菩萨、舍利菩萨，到这样的地位。我们明白了，见到这个阿公阿婆念阿弥陀佛，要向他顶礼，那不得了啊！活菩萨了，给我们做实现。第五个呢，法威德力，就是佛法的威德力。啊，前面四个是讲佛的威德，这个讲佛法威德，就是佛法的加持，这个力量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此五种力不可思议，非彼啊现彼二量之境界，它超过了。现量的境界是你清净。比量的境界是你推理，像今天的科学家，他们是比量境界，那佛是限量境界，啊，这五种力不是限量比量的境界，故唯识论中一致绝一切诸法性相，独不判此五力，这五个力例外。除这五种力，其他的力，唯识论中啊，都能够判决的。这五种力量不能判。啊，中心论里头也有这个说法，说有五力的唯识不判。为什么？这五种力跟自信啊。相应的唯识跟自信不相应，唯识是妄心，自信是真心，前面这五种是真心流露出来的啊，佛法是世尊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言语，没有通过心意识，所以佛法不能用心意识去解它，用心意识解它就变成世间法了，那不是佛法了。所以佛法懂就懂，不懂你不要去想它，想不到越想越错啊，干脆别想，你就老实念，哎，念了慢慢就开悟了，就明白了啊。古人说了一句话，是读书千遍其意自见，那不要想的，他自然就明白了。那圣贤之法要这样学才行，啊，才能学得到。又一切通力当中，这讲神通力，单讲一个，啊，一切神通力里头，终有。指业通力最强，这个我很少人知道，这一句要记住，神通力量最强的是什么？中阴身。人死了之后，中阴身还没有投胎，他那个通比什么都强。此五力也不能遮止，这个五种力的时候都障碍不了他。啊，故谓之无力不可道。啊，这五种力量到不了。那这个中有，我们都要多了解一下。啊，中阴身呐、啊，
啊，《俱舍论》里头说，啊，我们这一段是揭露注经要集所引用俱舍论的话，俱舍论云：“若人舍命，啊，这就一个人死了，他的神识啊离开身体了，离开身体就叫做中阴，他还没去投胎。啊，我们一般俗话叫灵魂。”啊，应至无量世界外受生。啊，这句话重要啊！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是在无量世界外呀、啊！啊，佛经上说的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地方十万亿佛国度啊，这就是无量世界外呀、啊！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投生呢、啊？有没有东西能够挡住？没有，连佛的力量都挡不住。啊，这个给我们信心呐、啊！我们在临命终的一刹那的时候，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此中阴摄身，啊，我们叫灵魂，由空而去。他从空中就过去了，啊，我请是很快，是好像立刻他就到了，即到所生之处。这是什么？借由业力所持。这个业力是什么？念佛是业力呀、啊，这个力量太大太大。啊，他造的是念佛的业啊，信极乐世界，信阿弥陀佛，愿生极乐世界，愿意亲近阿弥陀佛啊，这一句佛号临命终时一念生念都行。那为什么？他太快了啊，一念念完了，人就到了那去了啊，什么力量都障碍不住，这个要懂啊！啊，虽禅定神通等力，前面讲的五种，而不能知其不往。啊，就是没有办法妨碍这个知，就是障碍它。啊，叫他不能去，做不到，什么力量做不到？哎，也不能令其住于于道，也不能够把他改到别的地方向去。那他就那个目标，你没办法移动他，你没办法阻止他。这个对我们念佛往生净土的信心会增长。啊，所以说力不可道也。啊，下面这五种力，啊，统统就这个问题上来说。第一个定力，啊，定力者即诸佛大定之力，佛的定力，啊，为这个众生中阴神识，往于他界受生之时，犹有业力所持，速疾而去，即生彼处。虽诸佛大定之力，也不能遮其不生，故云不可道。跟着多厉害啊！一切诸佛都不能障碍你，那何况其余的？其余的定力都比不上佛啊！定力不能障碍。啊，是由你自己的念力，这个力量强大。那第二个通力，神通力，啊，通力者就诸佛神通之力。意思是说，
这个众生中阴身世，亡于他界受生，由已有业力所持，俗集而去，即生彼处。虽诸佛神通之力，也不能遮其不生，故云不可得。啊，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是往生极乐世界，没有任何力量能障碍你。啊，如果你做的是恶业，忤逆十恶这个业力，这个业力呢，它牵引你到阿鼻地狱，也是这个样子。佛的定力、神通力也拦不住，你自己去了。啊，所以说，通力了，中阴身的通力能量最大。随着你的业力走了，这个业力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爱好，我们的嗜好啊，你喜欢的什么，它就往哪里去了。念佛的力量都不能障碍你，所以人在六道受生，尤其是堕落在三恶道，真的责任自己负啊，自作自受啊。佛能救得了你，救不了。你的方向目标决定了，你就是那条路，你不会改，只有你自己改，你自己种植可以，什么力量都挡不住。而且时间太快，真假一刹那之间，它就到了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，如果不是佛给我们说，没人知道啊。啊，由此我们也知道，佛不是不慈悲呀，挡不住啊，无法给你改变的。啊，你这个目标是在阿鼻地狱，佛想把你这个改变一下，倒过轨道，做不到，哼，没有办法改变。完全是自己的业力，我们要把目标定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佛不可能把你搞到东方琉璃世界啊，也不能拦阻你不到极乐世界，这不能不懂的啊。通力不行，那愿力呢？啊，三大愿力，大愿力者，即诸佛大誓愿之力，为诸众生中阴身世，亡于他界受生之时，已由业力所持，速疾而去，即生彼处。虽诸佛大愿之力，也不能遮之其不生，所以说不可道。啊，阿弥陀佛慈悲呀，都希望我们到极乐世界。你中阴业力决定你，阿弥陀佛不能拉你到极乐世界去啊，没办法。啊，你往地狱，阿弥陀佛不能叫你改道，改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他是想这么做，他做不到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想起佛在大乘经教里所说的业力之大了。啊，可抵须弥。啊，能够抵住须弥山的，能够深入大海底，这么强大的力量啊！啊，又让我们想起
佛经上常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就这个力量是平等的啊，心是自信，这个能量大，啊，佛就是讲的这五种力，这个力量很大，啊，众生是指我们念头，我们的念头如果能跟心相结合，跟真心相结合，不就成佛了吗？太快了。慧能大师能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那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他的念力跟自信结合了啊，所以他成佛了。那一念之间呢，什么都挡不住啊！啊，我们的意念跟佛力结合，我们成菩萨、成阿罗汉去了，也在刹那之间呢。啊，如果我们跟负面相结合，那就到三恶道去了。啊，这个念头多重要！从这个地方才让我们真正觉悟到，为什么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苦口婆心劝我们一心专念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你只要一心专念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真的万修万人去，就怕你有杂念了。啊，杂念呢，把你的念力破坏掉了，你的念不专不一了。啊，智心一处，无私不办。啊，我们心里都有好多处，这就不行了。只能有一处啊，于是我们明白了，学东西只能学一种啊，经只能学一部，法门只能学一个，别搞太多啊，禅净双修，禅净密三修，那都是靠不住的啊，那后面法为得理，即佛法为得之理。啊，这个也不可思议。啊，为诸众生，众因生始。诸于啊，往于他界受生时，亦有业力所持。速疾而去，即生必除。虽诸佛，这个地方要加个法字，诸佛法未得之力，也不能摘其不生，故云不可得。啊，这是诸佛法，佛法，诸佛法为力。不可道啊，后头还有个即舍利，这个排得好，即舍利摆在最后，这个有道理。即舍利者，即二禅以上，无有寻思语言。若于说法应用的，则加粗禅之时而为即用也。啊，后头有小注，
为诸众生，终因生时。往于他界受生时，由业力所持，俗集而去，即生不住。虽借势之力，也不能张其不生。古云不可道，这讲得清楚。啊，通通都是对中阴来讲的。啊，那么这个说法就是说明一切众生幸愿往生西方净土，任何势力都不能障碍他不生，任何势力都不能改变他的方向。增长我们的信心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地方引用的好啊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现若精进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本经所说的法藏大士阿弥陀佛因地住真实会，与无量劫庄严佛土得如普贤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于令一切众生皆得真实之理，亦如是大愿大行无量真实功德，故成就胜利与国土，皆不可思议。此地特别就强调啊，不可思议这一个境界啊。本经法藏比丘住真实会，真实会是自信本具的智慧啊。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，智慧不从外来，外面来的叫知识，不叫做智慧啊。智慧是从里面发出来的，是自信里头的本具的啊。慧能大师坚信的时候告诉我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他具足什么？佛在《华严经》上说出来了。他说：“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”这就本具的。一切众生皆由，没有一个没有，像如来一样的智慧，一样的德能，一样的相好。自信本具的不从外来呀，外面来的是全是知识啊。我们今天求学学什么？学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智慧解决问题有局限，不圆满，而且有后遗症啊。智慧解决问题圆满，没有后遗症，这妙在此地啊。东方圣者求智慧不求知识，所以不重视即问之学啊。那为什么这个教小孩要教他背书呢？
啊，把书背得滚瓜烂熟，那将来一生都不会忘记。这个你要晓得，教小孩背书是副作用，不是正的目标。正的目标是什么呢？不让小孩胡思乱想，他不念书，他小头脑会胡思乱想啊。用背书这个方法了，把胡思乱想打掉啊。这个才是真正的目标。那背那么多书的时候，那是副的，让他记呢，那是副目标，不是真的。那我们要懂这个意思。小时候记忆力好啊，熟背之后一生都不会忘记啊。将来自己应用的时候，真的是引经据典呢，随手拈来呀。他有这个方便的，这是第二个目的，真正目的是智慧。不让你从小这个妄想养成习惯，那个麻烦大了。那个到后来想把它消除的时候，非常非常困难。习惯成自然，这个就是说，减少他的妄想。把妄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，那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一门深入，就叫你背一部书。背熟了还要再背。这个是说，保持在心地的清净心，越清净越好啊。古人这些法子妙绝了，我们现在人想不到。我们学了佛，明白这些道理，对古圣先贤佩服得五体投地啊。现在有许多人根本不能理解，所以他不赞成让小孩背这些古书。这个是无知啊。所以法藏他用智慧，他不是用知识，这就是主证智慧。于无量劫庄严佛土，无量劫是指阿弥陀佛久远劫就已经成佛了，这一次在西方极乐世界做的是实行，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实现成佛一样，是一期的应化。我们在华严法华上看，哪止是劫，无量劫前他就成佛了。梵王经上佛自己说，他无量劫前就成佛。这一次到这个世界上来实现成佛是第八千次了，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它是第八千次了。这在佛法叫本极因缘，它的根本久远劫成佛。从极相上看呢，三千年前在我们地球上实现八相成道，八相成道现在才知道是舞台表演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上成佛时节也是八相成道的表演，不是真的，真的久远劫就成佛了。
这个表演值得我们学习。四十八愿从哪来的？不是凭空在那里想象的，不是啊，实地考察。啊，世间自在王佛是他的老师。啊，让他到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考察去学习。啊，他用了多少时间呢？5劫，5个大劫。这么长的时间遍历一切诸佛刹土。啊，考察的结果。诸佛世界里面好的全收，我通通都要，不好的呢，不好的不要。这样建立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是一切诸佛刹土美好的集大成。这经是汇集本，极乐世界也是汇集本，是诸佛如来刹土的汇集本。不好的都不要，好的全要。所以这个世界成就了，啊，它的美好啊，一切诸佛世界都不能跟它相比，它超越了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这个汇集本成就了，5种原译本，过去3种啊。这个会教本都不能跟他相比。啊，那么经的注解，他都用汇集吗？黄念老注解这个经呢，也用汇集。你看他引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的著述。注解里面也没得比了，也是第一了，汇集。啊，经为什么要汇集？是世尊当年在世，多次宣讲，不是一次。多次宣讲啊，说明这个法门重要啊，佛常常讲啊，所以留下来这个原本不一样啊，好多种不同的原本啊，都是佛说的啊，佛说的不同我们知道，听众不一样，说法的处所不一样，因此说法也就不是一种说法啊，所以这些本子流传到中国来了啊，通通把它翻出来，看到这个本子的差异很大啊，就知道不是一个原本，在这个地方就推出来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多次宣讲啊，特别是《大宝积经》那个大单元里头也讲了《无量寿经》，这是最明显的例子。啊，汇集有必要啊，我们一生要成就啊，要懂得汇集，汇集就是
去人之长，学人之短。啊，唐太宗之哭那一部群书之要就是会解。啊，65种典籍里头，取长摄短，啊，作为自己修身齐家治国的指导原则，他所成功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助真社会也，与无量劫庄严佛土。啊，得入普贤菩萨里面，普贤菩萨的德是诸佛之所赞叹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普贤菩萨德是圆满。因为普贤菩萨的心是圆满的，圆满的真心，圆满的自信，从这里发出来的。啊，所以普贤行非常可贵呀。极乐世界修什么？全修普贤行。啊，第二品就看到了，得尊普贤。第一句话是贤共尊修普贤之德，啊，贤共尊修没有一个例外的，到极乐世界人人都是修普贤菩萨。为什么？普贤菩萨没有分别，普贤菩萨没有执着，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个心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平等的。啊，所以普贤法就是平等法，普贤行就是平等行。啊，这样开花显示真实之际，真实之际是自信，圆满的自信。啊，开是开导，化是教化。这显示佛菩萨住在法师的地位上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实现，在什么时候实现，身份都是老师。啊，教导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这功德不可思议。于令一切众生皆得真实之理。啊，真实之理就是明心见性啊！我们烦恼习气太重了，业障太深了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断烦恼，没有办法消业障啊！阿弥陀佛慈悲，戒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啊！极乐世界修行的环境很殊胜啊，到那个地方去，烦恼自然断了，业障呢自然消了，不费力气，全都做到了。
啊，故成就圣力。这个圣力是阿弥陀佛，本愿修行的功德力了。啊，于国土，国土是圣力。自然的成就，啊！极乐世界没人设计，极乐世界没人建造，啊！是阿弥陀佛的愿力，无界修行功德，啊！自然成就的，所以。他是发心，身是发心土，跟一切世界完全不一样。谭鸾寺与十七种国土庄严功德成就下，夜夜祝愿，言可思议。或者是安可思议，这就是不可思议。啊，这十七种国土庄严都是讲的医宝啊，还有正宝啊，正宝跟医宝加起来一共29种庄严。啊，底下举例给我们说，如光为佛事，言可思议。啊，佛光照着你，阿弥陀佛的光，阿弥陀佛讲堂宫殿的光，道场周边。宝树的光，七宝莲池的光，八功德水的光，都能帮助你消业障，都能帮助你断烦恼。妙极了，这叫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我们这个地方不行。啊，谁为佛事？安可思议？啊，极乐世界的水流，水流有声音，声音在说法，在讲经说法。啊，谁在极乐世界听经，讲堂听行，外面听也行，无论走到哪个地方，你都听到讲经的声音。这个自在啊，让你真精进，你学习的功夫从来不会间断。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因为他是发心身，他不需要饮食。是思义得义，思时得时，那是你刚刚到极乐世界去，你吃饭这个习惯还没忘掉，突然想起来很久没吃饭了，啊，你这一动念头，吃的东西摆在面前了，摆在你面前了，觉悟到了，我在极乐世界不需要了，哎，它就没有了，变化所作。这个世界清净叫净土，一尘不染，它没有灰尘啊，它的大地
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全都是珍宝所成。啊，说七宝，其是表法，不是数字。啊，其代表圆满，圆满就是什么宝都有。我们知道的通有，我们不知道的也通有，一样都不缺。啊，全是珍宝啊！琉璃大地啊，琉璃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很贵重了啊，玉当中最好的翡翠啊，绿色的玉啊，我们叫它做翡翠。极乐世界叫琉璃大地，绿色透明，从地面上看到地底，干净啊！黄金为地，那是铺路的。你看，那黄金比我们成色好啊！我这黄金跟人不能比啊，干什么用的？铺马路的啊！你走的路是黄金路啊！大地是琉璃地，这宫殿全是重宝所成。啊，人在那个世界不起贪心啊，现在这个是要收藏黄金珠宝啊，到那个地方没人收藏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太多了？多了就不值钱了。啊，黄金是铺马路的，你收藏它干什么？啊，七宝几乎都是建筑材料啊，所以人到极乐世界贪心没有了，那怎么想贪贪不起来了啊，我毫无意义吧。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，想什么就有什么，还需要储藏吗？不需要了，储藏多麻烦了。极乐世界天人住处都是随自己喜爱，喜欢住宫殿，哎，他住的就是宫殿；喜欢住茅棚，他住的就是茅棚。哎，他那个茅棚不是茅草，都是珍宝。随心所欲啊！住的房子想大就很大，想小就很小，通通是心现。啊，想在空中，这房子它就在空中；想在地面，它就在地面。到十方世界去拜佛，还可以把房子带着去，宫殿随身，啊，就像什么？交通工具一样啊，而且速度非常快，一刹那就到了。这个世界真好啊！我昨天看了一节卡通片《阿弥陀佛经》，画的是不错，但是阿弥陀佛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没画出来。啊，应当要着重的极乐世界一切从心想生。真的叫心想事成。那个骗子骗民呢
不要用阿弥陀心。啊，应该用什么？用心想事成。哎，大家一定去看看心想事成。哦，原来是极乐世界。只有极乐世界心想事成，其他的世界都做不到。你要想心想事成，就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此谁为佛事呢？安可思议？啊，这不可思议啊！流水声音是说法。啊，此隐为佛事，安可思议？啊，隐里头现象啊！啊，现什么象？你心里想什么想，都现什么想。啊，多分呢，是现十方诸佛刹土。啊，过去没到极乐世界来之前呢，我们都在十方世界流浪啊，无量劫来，啊，跟十方世界的众生结了缘，都在影像当中看见，啊，身为佛事，身是因身，因可思议，啊，因身之美妙，佛说法的音声像音乐一样，非常悦耳，好听啊！里面内容全是佛法，纯一大乘。啊，帮助你开悟，帮助你进行。说最殊胜者，则为诸往生者，不断烦恼得涅槃分，言可思议。这真不可思议！啊，涅槃分，得到几分的涅槃，不是圆满的。这个涅槃分是怎么得来的？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给你的。啊，这就是第二十愿所说的，所有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到达极乐世界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就是涅槃分。啊，阿惟越智菩萨是化身菩萨了。我们就知道了，极乐世界有同居土，有方便土，有十宝土，但是所有一切往生的人，通通都享受到十宝土的待遇，这不可思议。同居土里头的人天，享受化身菩萨待遇。也就是说，你有化身菩萨的智慧，你有化身菩萨的神通，有化身菩萨的道理啊，所以这是最殊胜的，不可思议。又金刚顶经经文上有这么一句话，唯此佛刹，这是指极乐世界，净以金刚自性清净所成密严华藏啊。
啊，这是密宗的经典呐、啊。啊，净矣，没有例外的，全是。啊，金刚自性，金刚表，永远不变，永远不坏。啊，永远不会失掉。表这个意思，是自性清净性所成就的弥勒净土、华藏世界。啊，挂壶这个是念老师，前面已经明证极乐世界即是弥勒华藏。啊，华藏世界就是极乐。啊，密宗里头最高的境界，密言境界也是极乐世界。说如是圣妙故土，皆非微尘所成。啊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像微尘所成。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，都是今天科学家所讲的微中子。啊，微中子成就的。啊，佛法里面讲极微之微，极微之微就是微中子。啊，是电子一百亿分之一，就说它的大小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物质的单位。所有物质现象，通通是由它聚集成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人的身体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身体有多少细胞呢？这细胞组成的，细胞是物质啊。人身一个人的身体大概是50兆，50兆个细胞组成我们身体。啊，这算细胞啊。细胞在分析的时候就分子，分子在分析就是原子，原子在分析出来原子核、电子、中子，啊，一直往下分，分到极微之微，微中子。那最小的，那不能再小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啊，再分就出现真相大白，是念头波动现象。那这个真相大白呢，就说明物质跟念头是一不是二，物质是念头造成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念头可以控制物质，不妨试试，哪个地方痛痒了，念头叫它不痛。真的它不痛，那个天痒叫它不痒，它真的不痒，很听话，做得到做得到做得到，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，下达这个命令，起这个念头，不能有杂念，它就有效，有杂念把你的念头破坏了，就没有效。哎，只要说一个杂念没有的时候，就是这一念的话，肯定那点痛痒马上就消失，不用什么止痛药啊，作为个人不需要啊。这个东西发现出来的时候，的确要教科学要重新改写啊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随道不是微尘所成，本非世间物质，因此它也不耐万有引力而维系。
啊，所以就前面讲的不需要须弥山呐、啊，啊，且以国土乃金刚自性清净之所成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啊，故云：世界不可思议。啊，十方世界。是诸佛如来的愿力，诸佛如来的愿个个不一样啊！啊，总的是一样，别的不一样。总的就是四弘誓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这总。总的是一样，别的不一样啊！你比如阿弥陀佛，别愿就是48愿，其他诸佛没法这个愿。因此，所成就的世界呢不一样啊。那另外一个众生的业力不一样。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，他们通通都是发愿求生净土，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念头一样啊。他方诸佛世界状况跟这个就不相同，所以果报不一样。这是说明呢，一切诸佛国土啊，不相同之处。为什么？譬如世间的豪富，两个人拥有的财产是一样的，啊，每个人都有100亿，啊，有这么多财产，个人家里住的房子不一样，生活方式不一样。啊，那个100亿的财产就好比说佛，佛宝很大，每一尊佛国土不相同。那、啊、阿弥陀佛国土之所以殊胜，就是他不是自己想来的，啊，他是到每一家去看，你家好的我要，我也有；家不好的我不要，所以他是集所有富贵家庭的优点的集大成，啊，所以他比别人都好。你们家的好的我都有，你们家缺点你看我没有。极乐世界是这么成就的，啊，这个很特殊啊，啊，这种想法做法了，让现代知识分子佩服。为什么？他们认为这很合乎逻辑。不是你打妄想他的，有凭有据啊，极美好之大成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